今天呢，我们来分享这一首非常适合初学者弹奏的一首优美的歌，滴答。左手的和弦呢，都标在了屏幕的上面，没有大和摁。好听的前奏和弹唱，马上教会你们。和弦有 C 和弦、D-M 和弦、A-M 和弦，对，非常简单。右手呢，我们弹奏根三二三一三二三就可以了。C 和弦的根音是五弦 ，D-M 的根音是四弦，好 ，G 和弦的根音是六弦，对。特别是这首歌的前奏部分的一些击弦技巧啊，非常的经典。对，非常适合初学者啊。好，需要这种非常简单方便的吉他谱，点击下方课程，里面有我所有作品用得到的吉他谱啊，都带有非常好弹好学的前奏部分。里面大概是100多首，额外再送你120首指弹曲目，可以去练习一下。我给大家唱里面这首歌。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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